将松鼠像小婴儿般用毛巾包裹，接着小心的用剪刀帮松鼠剪指甲，或是让松鼠在身上跑跳。31岁的谢小姐因为是独生女，没有兄弟姐妹陪伴，从小就热爱饲养各种宠物。目前家中除了这只松鼠，还养了4只猫。下班后有宠物陪玩，家里很热闹，但开销也不少。就是他那时候，就是有一天发现他嘴巴就是好像合不太起来，然后就是也没办法进食，所以就带他去看医生。然后那时候医生是说建议就是牙齿都要拔掉，而且就是全口，对，然后就是大概要花3-4万这样。然后想说就觉得有点太夸张，就是再找另外一间看。然后就他就说其实只要拔，因为猫他就是两个虎牙，然后他就是把它锯。就是把它锯一半就好，然后后来就只花了几千块而已，所以就是其实要多去比较医院这样子。熟练的用梳子帮爱犬梳毛，23岁的龚小姐家中除了这只13岁的贵宾狗黑比，还养了一只6岁的米克斯猫。大学就读宠物美容相关科系，在宠物旅馆工作3年，作为专业饲主，宠爱无极限，每个月花在毛孩身上就要将近15000元，占了月收入的一半。我们家有一只狗，一只猫，然后这只比较花钱，猫咪是还好。它的话，因为从小皮肤比较不好，所以现在其实大概2个礼拜的药就要将近2000多块、3000多块，所以它一个月的药就将近10000多块钱，然后再加上它吃饭非常挑食，所以我们都要煮鲜食啊，像什么煎牛排啊、炸鸡，它都是不吃的，所以平常都是要追着它喂，所以比较麻烦。但养了就是喜欢他们，所以才养，所以觉得钱也不是问题，就健健康康的就好了。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，有62.5%受访者家中有饲养宠物，其中养狗比例最高，占了43%，而平均每个月愿意在饲养宠物上花费1850元。目前台湾的上班族里面呢，养宠物的比例算是蛮高的，有62.5%。那当中呢，养狗的人超过了40%，也就是超过了40%以上。那养猫的人也超过了30%。另外呢，有16.5%的人呢是选择养比较静态的鱼类。那根据我们调查，其实有90%的上班族呢，他们是愿意陪伴他们的宠物的，而且每天愿意大概花2.5小时的时间。那其实养宠物的目的哦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有陪伴的感觉，或者是可以增加生活当中的乐趣。那当然有部分的人本来就非常的喜欢宠物，同时也觉得养宠物呢可以带给他非常舒压疗愈的感觉，而且可以增加跟宠物之间的互动性。那其实平均每个月哦，主人或者饲主他们愿意花在宠物身上大概是1850元。那他们认为呢，花费最愿意花费的地方，当然除了可能饲料啊，还有营养品啊，还有看医生的费用，以及清洁用品或者是宠物零食，还有宠物美容等等。那除了当然是希望可以保留跟宠物之间的回忆之外，另一方面呢，他们也希望可以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人，或者是有其他也有养宠物的人可以一起互动。那某一部分呢，也是希望可以因此哦增加跟粉丝之间的互动性。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表示，根据财政部估算，宠物相关市场规模近400亿元，而农业部更乐观预估未来上看600亿规模，宠物产业后市正持续蓬勃发展中。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。